今天我准备使用一个长达2米的饮水管。喝到芒果汁了，还很轻松呢。地面由于重力的作用，我们使用饮水管喝水时，液体管越高，吮吸也就越费力。但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，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，就可以喝到2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。